Hello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维斯。那今天呢，来玩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 Feral 野兽模拟器。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游戏里面当一只什么都吃，吃完了还拉，拉完了再吃的野兽。而这个游戏呢，据说是一个学生做的，啊，向大佬低头。天哪！好了，那么我们现在就看看，如果我作为一只野兽，我会做出一些什么事情来。哇哦，我这个声音听起来像猫咪一样啊！不是，这是我的山洞吗？我进去看一下。哦，哇，那左边的那个就是我吗？长得好像这个非常凶猛的猎豹，然后是猫的身子一样。这是我的巢穴吧？这个游戏其实还是一个测试版啊，并不是太完善。我是蓝猫吗？不过我这个爪子，这个毛，哎，看起来毛茸茸的。比较不错，这个是我们狩猎的教程啊。看，我们可以闻别人的屎，然后按住那个可以侦测这个声波，哎，然后按 B 是潜行，手柄啊，这个只能用手柄玩，鼠标的和键盘的话，那操作很不爽的。然后 X 是去捕猎啊，懂了。哇哦，我们现在可以侦测一下哪个地方有声波吗？哎呀，咱们可能离这些生物都太远了，所以侦测不到。哎，你看我这个大爪子，按这个潜行，看到了吧？哎，就像这个《人与自然》里面啊，这个猎豹在捕猎这个生物的时候展现的这个身手啊。这边什么都没有啊。然后我们右下角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值、饮水值以及饥饿值啊。当然，我是这个野兽模拟器嘛，我是兽，我也得吃啊，我也得喝。哎，咱们该怎么地就怎么地。前面是一个瀑布啊，是瀑布吗？像雾水一样啊。其实他这个游戏是指引我去那个地方，我才不会这么听话呢。我是谁？我是蓝猫，超威蓝猫。妈的，又犯神经了。我们现在作为一只猎豹啊，应该先找点吃的。但是我听到有声音了。附近有没有什么猎物呢？哎，它有一个声波的提醒，我们可以去闻啊，去闻闻啊，哪个来着？哎，就可以低头来闻这个动物拉的粑粑啊，看看谁的粑粑香。我饿了，我的饥饿值正在飞速的下降，我的饮水值也在飞速的下降，就不能给我一点吃的吗？我听到脚步声了，哦，一只鹿，一只鹿啊，它发现我了，哎呀，我。不及时啊，我们就跟着这只鹿啊，这只鹿它要去什么地方呢？啊，它成为了我眼中的猎标，呸！这只鹿就是我的目标，啊，我现在非常的饥渴哦，看，一只落单的鹿，它正在低头的干嘛呢？我可以闻一下，哦，这只鹿的屎味非常的香。他为什么在低头呢？他在低头考虑什么东西呢？哦，你看，我闻出了他的脚步。哎，他现在丝毫察觉不到我，我已经到他的屁眼。哦，不，我已经到他菊花这里了。我们，我这都没有追上他。我的天哪！我作为一只猎豹，都是给自己丢脸呐！不行啊，不停的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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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怎么你怎么在这里呀？白跑了！我再闻一闻，他一定是在这个方向。哦，他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这次说什么也要成功捕捉到一条鹿，知道吧？我打！What the fuck？Where are you？I want to eat you！Fuck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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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要死了！我们现在一只鹿都没有逮到，我们马上就要饿死了。最可怕的何止是饿死？我们还会被渴死，这是最惨的事情。作为一只野兽，我没有什么颜面再待在这个森林里了。再见了，我的阳光。再见了，我的 fuck，这怎么着火了呢？前面是怎么了？火山爆发了吗？天哪，我来到了什么诡异的地方？喂喂，你是谁？哎，你是谁？我跳，我打，我打你谁？我怎么打你不受伤害？我跟着你的脚印来的。哎，你怎么还打我呀？我。
哎，有一只鹿，我们得蹲下蹲下，希望它不会发现我啊。没有发现我，哎，还有一个地鼠在那个地方。哎，这个鹿貌似对我有察觉了。哎，我们跟着这个鹿走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像羊驼一样长得，好好玩。你喊什么喊？露两个大尖牙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屎啊！我能吃屎吗？天哪！哎，不仅遇到了好多鹿，还遇到了个大青蛙。我们可以先拿青蛙练手啊，是吧？鹿捕不到，但是我们可以吃青蛙。哎，这个大青蛙还蛮不错的。呱呱呱！我和你一起。哎呀，它还会吐毒水儿！我的天！赶跑一只鹿没关系啊，我们还有另一只鹿呢。没想到这里的青蛙都是这么高能，还向我吐毒水。哎，怎么弄不死你？哦，可以吃！哇，我吃到了蛙肉。不过那只鹿貌似还没有察觉，来，我再吃点这个蛙肉。哎呀，它总是吐这种恶心的东西。哎，我再吃。好好好好好，填饱了一点肚子，我们就边追这只鹿边吃点青蛙吧。啊，好慢的走的。哎，我只要一站起来，这个鹿就察觉，就这种悄悄的走啊，蓝猫鬼步，它就没有任何的察觉。哎，这怎么又察觉到了？哦，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目标。哎，它怎么？差点发现我啊！差点发现我。哎，你倒是动一动啊！我觉得我应该绕过去，绕到它的后面啊。这只鹿它是不会动的。哎，what？怎么又发现我了？哎，不过它这次正好是菊花对着我。哇，原来你是在这里拉屎啊！嗯，闻一闻这个屎，还算蛮香的啊。这次一定要成功。一定要成功啊！好的，这好的，我们逮到了一条小鹿，哦，死吧！哦，把它还扔出去了，哇，我们先可以吃，哇，可是我们现在吃的好饱啊，补了好多饥饿值。小鹿，小鹿，你听我说，小鹿，对不起了，我只是饿了，我给你擦擦脸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该去喝水了，可是水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现在渴了。我，别跑，别跑，小伙子，别跑，别跑，你很帅气，别跑，别跑，别跑，我就是想喝点水啊！哇，好多鹿啊！我觉得我还是先多吃点这个鹿。哎，它怎么进那个里面了？那个里面我是伤血的，不管它了。我是吃哪个呢？我现在有点犹豫，我该吃哪个？我还是先吃这个吧。哎呀，跑了跑了，那就吃这个吧。只要离它近，它就会发现。所以说，哎，它在这拉屎啊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快速的。哇，这死啊！死死死死死！哇哇，直接给甩出去，然后我们又可以吃它了。哇，可以吃5次，我这个饥饿值一下子就会满的。但是我们没饮水池要没了，我们现在异常的口渴，我们需要大量的水呀、啊。可是这附近有水吗？这个鹿还在拉屎啊！前面那个是火山，这附近有水吗？哇，这！就在小鹿拉屎的时候啊，在他们大便的时候，偷偷的把他们都吃掉。哎，怎么跳起来了？哇，现在饥饿值已经满了，哈哈哈哈！对不起了，小鹿，擦擦啊，擦擦脸，擦擦脸啊，走了。为什么在我玩的最嗨的时候，这个游戏闪退了？来来来，这次我们先喝点水啊，先喝点水。嗯，农夫山泉味道有点甜。嘿，地鼠，
你好啊，哎，他能看到我呀？你妹！他总是躲起来呀，能打到他吗？打不到啊，那我走吧，我走了，估计他就会出来吧。你看，我就知道啊。啊！你们给我弄死了！叫他跟我嚣张！哎，地鼠肉能吃吗？哎，地鼠肉吃不了。可是这个地鼠怎么长得这么吓人？就龇嘴獠牙的！天哪！我看到了一只鹿。哎，我看到了好多条鹿啊！他们正在西天取经吗？哎呀，这个小碎步走的，哎，就有个反方向走的，怎么跑了呢？fuck，哎，这个也跑了，不行了，我得去追了。哇，这里有个大青蛙，哎，大青蛙在什么地方？What？大青蛙在哪儿啊？不停的朝我身上吐口水啊，太恶心了！What？我什么都看不见了，这个青蛙好烦呐！我的天，这应该是出 bug 了吧？这青蛙我一直没看到。好的，小鹿，小鹿，小鹿，你很乖哦。我们朝他的菊花奔过去啊！不是，还让不让人玩了？就是这个青蛙，我又找到你了，决斗吧！哎呀，但他还是把我眼睛给弄上这个汁儿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真的想看看，哎，这里也有青蛙，就想看那个火山到底是什么玩意儿。哎，死死死！旁边还有青蛙。哎，怎么又朝我吐痰？恶心死了！我来到了这么一个诡异的地方，这里的风的声音还有各种声音都不同寻常了。我还是吼几声吧。哎，你看我这个一吼就地动山摇，再吼一声，好的。哎哎呀，别吼了，前面有只鹿啊。不过我现在不饿。我再忍你最后一回，这个游戏，哇，这是仙境啊！这是一个蓝蘑菇丛林，让我们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吼，吼，把我们的气势吼出去，闻一闻，哎，闻一闻有没有这个屎的味道，有没有哪个动物拉一泼粑粑了呀？我会跟着你的粑粑。以及你这个屁股上的残留物跟踪你，这边我们没有去过，这是一个大山谷。春天来了，又到了动物交配的季节了。这是一个大树，这个树并没有什么卵用。哎呀，跟这个鹿撞了个正着，哎，我们就守株待鹿啊，守株待鹿，我们就蹲在这个地方，哎，等这个鹿自己上钩。发现我来了，怎么着？怎么不过来了？我们就快速的来个飞扑，不要跑！不要跑着嘞！闻着你的味道，你身上有他香水味。你为何又去他们最爱？看看我来到了哪里？阿尔卑斯大雪山，叫你喂，有毛病啊！一来你就叫，哎呀，是时候找一个母猫了。可是，这里只有鹿，没有猫啊。
好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Faro 野兽模拟器到这里就结束吧。说实话，它这个游戏呢，除了它这个闪退崩溃这个缺点之外，做得非常的不错，尤其是一个景色渲染，还有这个玩法之类的都算不错的。一个学生做的嘛，再加加努力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游戏了，我觉得比较好玩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这期的视频的话呢，不妨在视频下方点赞，并且免费订阅一下我的个人频道吧，尽量去我的主频道看视频，点我的头像进入主频道观看我的更多视频，可以把我的视频分享给你其他的朋友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结尾该说什么 ？Tomorrow I will see you. 被东西挡住了一个老头，哇！我的妈啊！我被挠了，我出不去，哇！我要从这条道走出去。